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，今天我们又来玩 Minecraft， 我们今天要来当魔法少女。Hello， 哈喽，我是可爱的臭魔女小白。我是可爱的臭魔女羽毛。我要 reset 那一段，我要 reset 那一段。我可以把就是羽毛的那一段给剪掉，只留下圆圆的吗？哎、欸，你们为什么开始塑造彼此的头啦、啊？不行不行，羽毛你穿好少、哦。等一下。哪一个才是羽毛呢？帮我们分得出来吗？这个是羽毛换着就是圆圆的内衣，还是圆圆穿着羽毛的衣服？又或者是其实这里面拔下来，其实他是小白嘞？哦，那我是谁？搞不好我是阿神呢？我是谁？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张很坑、很坑、坑到不行的游戏。这张地图的名字非常非常的长，又非常非常的波兹，它的名字叫做《超绝啾咪波兹魔法之的水》哦，对头。超绝啾咪波兹，等一下，差了。超绝哦，等一下啊！超绝啾咪波兹魔法师的欢乐水沟派对，哇哦！那这是一张算是我们很少很少玩的中篇的一款冒险游戏，它最多支援四个肥宅一起玩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找到了两个肥宅跟两个魔法少女，可以把我拿下来，魔法少女拿下来，好。拿下来，好的。演员看得最不舒服，戴着羽毛的头都是那种身材。那这张地图呢，是一张在巴姆特上面有一位叫做雾君的人制作的地图。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、啊，如果宝宝们喜欢我们四位魔法少女的话，别忘了给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，来一个魔法的数字，什么数字最魔法的呢？小白，你来帮我们决定一个四位数字好了，你是我们的魔法少女的导师，好不好？你就是那一只青蛙，哎、欸，不，你们不是青蛙。要是我没有突破这个喜欢数的话、啊，你会变成青蛙，知道吗？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，交给我多少个喜欢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是，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意义重大。好，就是一。什么？不要！我觉得你们怎么了？一万个喜欢，有一万个喜欢的话，小白就会把他的频道的icon 改成一只青蛙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喽。在开始之前呢、啊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作者的规则说明。记得 key。规则说明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游戏模式请使用冒险。哇，请使用展示图。哇，不是，所以我们是 Game Mode 要调成 Tube， 难度请调成普通模式。好酷啊！算，模式是 Difficulty Normal。好，普通模式哦，这是请看命运多，好萌啊！看命运多。哇，我第一次看到除了就是文字叙述还有图片的、欸、是视野距离调成12个 chunk、哦、这是眼睛的意思吗？中介之眼，不过它是正常的眼睛、好酷好酷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请将音效全开。好，音效、okay. 哦，它有声音耶、欸、怎么前面有声音？好可爱哦。粒子密度请调成少量或全部。我怎么已经还没开始玩这款游戏，就觉得这款游戏应该会蛮棒的，超酷。对啊，应该都打开了。然后这个是，请勿随意放置破坏方块、盔甲座还有物品展示框，好可爱哦。哇，这里面有一个小萝莉耶，萌萌的。这个是，请勿尝试翻越地图外。哇，他是吓到想爬出去吗？好萌啊！哇塞。这个是什么？请开心游玩吧。哦，不是，请使用地图专用材质包。都装材质包了吗？你们有装了吗？哦，对，装一下。好，它的材质包啊，我刚才装的时候发现它的材质包有点呛。你可以用上桥。不知道干嘛？呛爆。好，我们等演员。演员装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那这边有一开始的剧情，我们要先来看一下剧情喽。来喽 ，three, two, one, go go！ 东元。81933年1月30号，某乡下聚落，正在梦乡中的男性的声音。这个是小白。哈？谁？嗯，你，哥哥，你真是的，这个变态。不是上面，你不要当女生好吗？上面啦，上面。哦耶，小那个怎么念？小的内裤依旧香气芬芳，我这个做哥哥真为你的妹妹感到骄傲。
妹妹就由圆圆来当好哥哥，你真是个变态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！听清楚。超绝脚踏车从天而降，然后你就被惊醒。我刚刚在睡觉。好，然后哦，这是小白，小白你要讲话。我哪里？算了算了，去想。不是那个上面那个，在上面哦哦哦，操！我房间怎么会有个该死的脚踏车？哈哈，算了。去小肖房间看看我可爱的妹妹，小肖房间看看我可爱的妹妹是不是起床了？小肖啊，起床了没？啊，哪里？整个家走过了之后，走到了客厅。啊，这家伙最跑去哪里？桌上有纸条，等等，嘿嘿，不是吧？男子拿起纸条，擦着嘞，给我一只老套梗，是哪个过气死肥才搞这种法器？好，羽毛还没配到音，对不对？羽毛就配其他的 NPC 好不好？我就当旁白，然后小笑就是圆圆，然后主角就是小白。会完成了，这就是我们家是不是？哇塞！羽毛，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狂的系列哦。这到底是什么世界？我们再来搜一下好了，这是魔法师肥宅的世界啊。所以他的妹妹是变出来的。哦，原来妹妹是幻想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哇！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特别的东西，所以那张纸条在、我们手上，任务道具、充满油味的纸条。OK， 那所以我们是要出去吗？哦，这里返回重生点，掉掉掉，还是要上楼啊？上不了啊？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打字机吗？所以上不了楼上，然后那我们要干嘛？他有说我们要干嘛吗？纸条上好像有些字，有些字，把那个道具栏打开，有，来，小白。哦耶！这个地方是羽毛，来来羽毛。哦耶！猜猜我是谁？是我，肥宅魔法师。没有错，我要出来啦。哦、对了，你没有借走了，想回去的话，就跟我签订契约，成为魔法烧酒螺吧。什么魔法烧酒螺？魔法烧酒螺，马后烧酒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怎么成为魔法烧酒螺？哦，要签订契约。我想签契约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荷叶吗？哇、哦，真的是荷叶。OK， 我们往哪里走啦？这是哪里？我要热水，我要冷水，我在家里迷路是不是很惨啊？这里是哪里？哈？是哪里？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藏在正下方之类的东西？好，然后我们有看见箱子。对，有一个箱子，可是箱子底下没有任何东西。那个是返回重生点，还是我们要回去重生点？豆豆没有。我觉得这里没东西耶。那我们回重生点。好。嘿。哦，我懂了啦。刚刚那是剧情，这里才是开始啦。哦。准备了，对 ，two one， go go！ 哇！魔法师。吓到。刚刚像是在做那种就是坠落的噩梦，有没有？你没有做过那种梦吗？坠落噩梦。哎，有，我有。结果我从床上滚下去了。然后推。床了，到底去哪里？帐篷、看起来像是帐篷了。我们要去找我们的妹妹，救我们的妹妹。原来这个故事是救妹妹。是的，这里有一个箱子。哇、哦！魔法少女！哇、哦！是法杖？什么？武器？魔法宝石法杖，物理形态，然后减0.8的攻击速度，加2攻击，怎么感觉有点烂？好，那每一个人拿一支法杖，然后每个人发一组面包，然后跟辅助道具得一支黑科技火把，无限电波攻击世界第一，可以放置在石砖上，然后跟一本书，超绝朱咪佛兹魔法水中，超绝朱咪佛兹魔法师的欢乐水沟法，它是不是少一个字？热水沟派对去，好，我们看一下。打开书里面写，第一页超绝啾咪佛兹魔法师的欢乐水沟派对序。哦，操！08不是在客厅吗？这是哪？一个中年耳男的声音出现了。小老弟，你挺着急的嘛？才刚看到我留的纸条，就毫不犹豫的签下契约啦。三分钟前。喵的嘞，我才不管你是魔法师还是三小。
把男人的妹妹还回来。你看着纸条瞪大的双眼，仿佛是发现了披萨上加了凤梨的意大利。但是他就你知道凤梨啊，根本就不应该放在那个披萨上面。你们敢吃放在就是披萨上面的凤梨吗？我完全不敢。好吃，好吃，超恶心，超恶心，好吃。披萨里面站起来，好吃。但是他就只是张纸条，你觉得他会回你话吗？此时此刻，纸条发出了光芒，顿时一股难以形容的刺鼻恶臭味弥漫。你实在无法保持意识，口吐白沫，倒在自己家里客厅。这 TMD 的叫做签契约啊！实在气愤难耐，脱口大骂。好啦好啦，这算我不好啦。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，大家都叫我波兹。给我闭嘴，妹妹还奶。哎呀，别那么不领情嘛！看到你前面的遗迹了没？只要进去了那里面，就能找你妹妹哟！啾咪！你他喵的，给我出来！你他喵的，有种出来点啊！我还不把你……我还知道，那声音也再没有任何回应。那么接下来你该怎么办？哇！入坑了！开始啦！找妹妹！找妹妹！来找！哇！哇哇！他直接冲进去，重生点，这里有，重生点，按一下哦。质量跟保持度已回复，好、哦，所以这是一个 PVE 的地图吗？我有点害怕，我要把契约拿在手上。好，这样应该没问题。嘿，火把能够插在那个石板砖上，所以如果觉得太暗的话，就是可以把它给插下來。这没问题吗？我应该是可以。我们一起跳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喽！一、二、三，跳！献祭喽！好了，下去吧。就是你知道有三个人那个思想有多龌龊吗？没有龌龊，重生点很重要。又找到一个重生点哦。哎呦，雨虹水沟第一层，水沟，水沟，水沟第一层进不去，所以我们现在在水沟里面，好暗哦。这是什么？看一下哦。恐怖，恐。OK， 恐怖阴森道路三，阴森道路一，我们先去一好了。OK， 好，我来找。超级娃娃战果，我觉得你确定还可以拍吗？我的天啊！哇，哇塞！Hello， 哇塞，好多娃娃，天堂，电灯开关，有吗？哦，开了，有，嗯哼，哇，带回家，带回家，然后这里是喷水厕所，什么东西？我怎么觉得它的名字都有点奇奇怪怪的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好恐怖。前卫时尚餐厅，好，进到餐厅去看，听起来很正常。吃东西，怎样子的前卫法？上面有写合成肉素食套餐四号、三号、二号跟一号，然后站在这里的是那个字念灵吗？灵爵灵幻，哎，对话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这个是主角，来，主角有请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这地方是？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吧？我没看过你哎，这里是雨虹水沟第一层的时尚餐厅哦。感觉不能得到什么线索。你为什么要低声？你要讲话委婉一点。哦，箱子，箱子什么？箱子面。啊！被感动。任务道具一，第一层厨房钥匙哦，找到了啦，这里啦，耶，放在石砖上哦，进来，吓个毛啊！这里有个超级巨大箱子，里面有一些食，带一些食物在身上好了，因为它竟然有血量设定跟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些战斗的元素，所以把一些东西带在身上，以防万一。OK， 这些东西都看一下好了，发射器里面看一下，不要偷人家衣服哦。好，没有东西。这边有一个卫生纸。这里，漏斗，漏斗，哇，好多哦！太惨。第一层喷水厕所，喷水啦。
厕所没事干嘛？哦，谁拿走了？我拿到了，我拿到了。好好好好好，拿着它，我们去喷水厕所。走走走走走，喷水一下。哎，偷偷的告诉你，我要捡到另外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一个帽子，哎，上面写“时尚法皇”，我戴起来。哇哇哇哇！好时尚，谁刚多两格哎、欸？哇、wow. ！等我们去喷水厕所，在这里，一起上厕所。有这样吗？哎，Hello，Hello， 这个在喷水啊！哇，喷水！天哪！一人一间，来嘿！哇哇哇塞！箱子有箱子。厕所里面有箱子哦，我找到一个前往图书馆的钥匙。好、哦，正常正常。哎呀，啊，圆圆你也下来喷一下是不是？这里有人呢，这里有人。有人吗？可以看他上厕所，可以对话吗？可以耶，对话。瑞奇，搞什么东西？哦，抱歉，请问一下，你可以叫我怎么去找这个叫福子的人吗？干我什么事啦？去隔壁图书馆问啦。先不要去图书馆。好，就没人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去图书馆吧。都查过了吗？有，没东西。OK。好，图书馆在哪里？在OK。第一层图书馆。哇，名字好普通啊。这上面写什么？《拳头老哥历险记》。在这片古老的大陆，有一名英雄，人们称他为黄老拳。他的盖世武功响彻天下，但人们不知道老拳他其实有个梦想，他的梦想就是去乡下开间杂货店，过着幸福美满的一生。好幸福啊、哦！真棒的幸福。这边有一个人叫阿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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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阿哉变龙马少女，这是我们的信物哎、欸，不能够随便给别人好不好？这也可以对话、啊，可以对话吗？我跟阿哉对话。好啊好啊，阿哉讲讲话。阿哉旅行者，不是，是图书馆。如果要上二楼的话，很不幸的告诉你，楼梯坏了哦。嗯，你们刚好听见什么声音吗？什么？哎、欸，有听见吗？有僵尸、嗯？哦，这里有那个哎、欸，魔物。哪一个？这里有魔物。来来来，哇哇哇！贾文清。Hello， 贾文清。哇，成功。所以如果要到二楼的话，要找个方法上到二楼。哦、跑酷吗？是跑酷吗？等一下，有办法跑上去吗？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哎、欸，哦，上来了，然后嘞，哦，羽毛那里也可以，这边也可以，这边也可以，然后嘞，这里吗？哦，好酷哦，需要一层一层往上爬，然后，好、哦，云做了什么事情？哦，一本书的名字是不是？他一路上心情舒爽，但没想到路上有只蜘蛛被他撵到了。这只蜘蛛很生气，中年男子见状直接鄙视道士逃逸。这个故事傻眼。下面有一个书叫做老妈潮湿阴气下什么 ？OK， 我去看一下。牙医因为考试非常差，被老妈锁在幼稚园。他在原地徘徊，需要找个方法出去。三分钟之后，他放弃，于是开始躺下来睡觉。这个故事比我小学就……干嘛、啊？我上不去了啦！我上不去。好，哇，冷静。然后呢？我们要怎么到二楼？哎、欸，这边好像有路，这边好像有路，这里有一个梯子、哦，那里看到了，所以是跳过去，来用力，像我这样，我不是像我这样，魔物，哈。OK，OK， 这需要怎么再上去？一定有办法，我们找个办法。等一下，好。哦，哎，嗯，哦 ，no， 不是，不对啊，它是两一格半嘛，不可能是两。哎，哦，圆那里啦，圆那里。对，应该是这，圆圆，跟你换个位置好不好？我上不去，没关系，跟你换个位置，我踩羽毛头上去，像是这样。哦，前面哦，对。因为我要跳旁边，你们那里有地方可以上去吗？这边可以。哦，哎，失败。哇，这样我就懂了。不，会熊，会熊，怎么了？哎，真的可以吗？可以，羽毛上去了。然后呢？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这个奇才，嘿，羽毛借我一下啊。我上来了。我们要念咒语。对，可以念咒语了。
可以念咒语了吗？嗯，噼里啪啪，米斯卡，米斯卡，米老鼠，噼啪啪。你们听错，好像有点不太对。被地图影响了。哇！噼里卡，噼里啦啦，轻松开朗。啊，失败。哎，没关系，够开朗了，够开朗了，开朗。所以上面有一个宝箱，宝箱里面，呜呜，比较厉害吗？哦，比较长一点点哎、欸。它是加四的、uh-huh. 那这个就给噼里啪啪那个大魔法师拿好了，噼里啪啪。然后一杯力量药水，这个交给我们的主角拿好不好？那我拿个兔肉汤就好。哇、wow. 哦，那羽毛就拿个吧。哦，那我们走吧。这样子而已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有个肥宅魔法师，在人们不知道的地方住着一名魔法师。这名魔法师行恶多端，只为了自己的快乐，成千上万人都被他玩弄而丧失生命。这个人难道？成千上万人，我们找谁？什么？什么？没事没事。汤，基德律师。有一天，有一个老太婆因为意外把自己的玛丽拿去微波炉给烘干了。老太婆玛丽的墓前，老太婆在玛丽的墓前不断道歉。这时，一名男子出现在老太婆前。我叫做基德，是名律师。我今天虔诚未来，再讲。我今天哦，对。我今天专程来为你的猫讨回公道的。OK， 这边还有一个，就不要瞎掰好吗？到底是什么故事？瞎掰好吗？我得到了任务道具，超恐怖阴森道路002号钥匙、啊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拿的东西了吧？所以我们可以前往002号了。所以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特别的东西要我们去寻找，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那我们去002号吧，走，002号，魔法少女们，来了、哦，还有箱子吗？还有箱子吗？哦。空的，骗你的，那是我刚刚打开的箱子。走，002号，我们先补个血好了，这里可以补血，还记得吗？哪里哪里？我是有好奇的地方，迷路了，迷路了，这里啦。有了有了，我先把为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！扑上去，002号，走。哦。邪恶魔法师的秘密第一层，秘密大小啦，看一下，哦秘密一个宝箱，里面有德意志火把，我先拿在身上，还有一瓶药水，哎，你看，一件地级治疗药水，什么秘密的道路，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检查一下这里还有没有什么秘密的东西，好，秘密嘞，我想秘密，没有秘密，有苹果，好，我们下去楼下吧，好，走，好。我们是不是逐渐的被这张地图感染了、啊？哎呦，好可怕啊！是祭坛呢、欸！哇塞，祭坛下回啊！哦，吸血鬼的不知杀生名，独角兽的口水，脚踏车的车垫，哇，还有圣地什么东西？这好怪啊！三个东西是不是啊？哦，看起来应该是好吧？那我们接上去。脚踏车的车垫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脚踏车的车垫。我怎么叫？那我们就努力帮他找脚踏车的车垫。偷人家脚踏车车垫，难怪我在路上看到那些脚踏车车垫不见，原来就是我的鬼，是不是？我的圆圆魔法师嘞，这里，前面还有两扇可以进去的地方。派对包厢第一层，哦耶！派对，哦，是棋盘格子，踩错会回溯哦。那怎么知道踩哪一个？哦，天花板哦，天花板哦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这里，举头三尺，交给我们最厉害的、最瘦的去把圆圆交给你了。好，出花好，来，我来操控你，左转，就直走到底。好，停，躺下啊，躺下，旋转，跳跃，右转，右转，再右转。OK， 再直走，哎，左转，看，发现完全没有在听我讲话，完全不是，那里有什么？啊，还要继续走，还要继续走，哦，还有，哦、羽毛难道想？我怎么跳？我看不过去、欸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，交给我，你们在看什么？你们在看哪里？哦，你在讲什么？什么？哦，成功，好、哦，交给我，我也要。好、欸，不行了，他有那个啦，挡着啦，我们要发动魔法了，霹靂魔法，噼里啪啪，嘿，啪啪，好，发，发出了，不要打我啊，噼里啪啪，行，
有一个箱子在最底层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大家进来看，好挤，就听到好奇怪的、恐怖的僵尸的声音，我打开喽。好，好，打不开，打开了，里面有一个任务道具脚踏车车垫，上面被划破了，还插了一张 CD。脚踏车车垫不这里，这地图也太坑了吧！还有一些火把，交给魔法少女好了，走，我们往回走，往回走，隔壁两个人啊，往回走，往回走，我走出来了，嘿。这里是普通茶水间，里面有一个超级普通，超级普通，为什么？那我知道。阿俊，阿俊，嘿，你谁啊？我怎么没看过你？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在这里。我话怎么变了啦？这样啊，给你的忠告啦，隔壁房间最好不要随便进去哦、欸。那个阿俊，那个字念顾。中顾啦，中告，中顾啦！我今天要不要进去？这奇怪的东西，到处看看吧。好 ，OK。哇，我有国文好的时候啊！这里有任务道具，任务道具，得意之火把。任务道具是什么？哦、有哎、欸、啊，我的得意之火把，比较的大门，比较的大门钥匙，我完全听不懂。拿走！你们刚刚看到什么比较的大门吗？比较大门，我好像没看到、欸、比较大的门，比较大的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哦，真的。好，放上去。得意之火把，偶尔插个叉，好不好 ？OK， 插个叉，插个叉。得意之火把，澡堂。这个时候里面应该没有人。冲啊！冲冲啊！冲啊！哇！冲！哇！直接冲进。有没有人在？哇！有啊。Hello， 贝贝。啊！关门，关门。哎，帮你关门，帮你关门。里面没东西。哇，这淋浴间哦，里面有没有东西啊？有漏斗哎、欸，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。好像哎、欸，你看公共浴堂，公共浴堂，公共浴堂，男女混浴。可惜。有东西吗？有东西吗？找找看。鱼好像开心一样。没有，空地。好像没东西哎、欸。哇，原来女生的澡堂这么无趣啊，对吧？那边的箱子有看过了吗？有没有什么？里面有人。有人的话代表他一定要换衣服，换衣服的话代表快发吧，快发，快点！为什么？不可能！现在味道应该还在，只是玻璃的。等一下，这里有个洞哎、欸，嗯，通回口吗？这里，哦，有个孔，哎、欸，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，哦，我以为是他在偷回那个孔，哦，吓死了！对话，哎、欸，老弟，想来看些什么好看的吗？什么好控？你到澡堂里去找找啦，等等就知道了。这个家伙怪怪，还是不要跟他讲太多话好了。好，男生的应该就不用翻了吧？没有，是没有什么，好看。好，没有东西啊，这是公共澡堂啊，这里面下面那个地方漏斗要看一下，搞不好有什么关键性的道具，好像没有，没有。来看看无聊的男性澡堂。喂。有一根拉杆，我拉了下去，有发生什么事吗？这里，兴奋了，兴奋了。等一下，这是哇哇哇！你看这个视角，你看这个视角，哇！什么？你看，你看一下，哇哇！哪里哪里？我看，哇塞！第一层休息区钥匙。请到你们来拿！哇，这个地图好棒啊！好强哦！这是我今天玩到最强的地图。是往这里走吗？休息区一层，所以我们这边都找过了吧？对不对？好，都看过了吗？好像总共还没有走过哎、欸，这里是。哦，这里还有两扇门，这里叫做男性宿舍第一层，进去看一下好了。Hello， 宿舍家伙。不好意思哦，可以请问你一下，这个水沟的游泳者是谁吗？是谁？我不知道啊。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是谁？我不知道啦。我知道他是个魔法师。等等等等，你不是住这里的人吧？给我滚出去！再去问问其他人吧。所以是真的有一大堆肥宅是住在这个下水道里面，是不是？好酷哎、欸！我们找找看有没有东西好了。好酷哦！还有宿舍是什么老鼠会吗？有邪教，邪教是邪教哦，邪教，这一定是邪教啊！哦，这是下水道女性宿舍，我来了，香香的，有味道，
请问你是？不好意思，但请问你知道这里有没有住着一个魔法师？等一下，暂停一下，为了谋观众的福利哦，以后这个 NPC 如果是女生，就交给圆圆来念好了，好不好？我突然觉得刚刚有点不太舒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嘛？是我们再一次，圆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圆圆，你不是，拿下来呀、啊！圆圆来，好，请问你是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知道这里有没有住着一个魔法师？魔法师我不知道哦，但是我跟你说啊，最近澡堂洗澡的时候都有一种被偷窥的感觉，害我最近都睡不好。我知道都谁在偷看哦。再去问问其他人吧。我检查一下你今天宿舍有什么东西好了。嗯，看一下，好兴奋。粉红色，甜美，哇，我也要。因为你可以把那个拔下来吗？那颗头，好像没有东西。我们走吧。嗯、好，谁睡了女生的？好、哦、是圆圆。OK， 走了。前往第一层休息区的钥匙，所以应该是这里。第一层休息室、哦，休息室什么地方？哦，地底下很多人，干、哦、嘛？地底下好多人呢、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是小解谜。对，好，那你们解谜，我先如果等一下没有人有台词的话，就去推那个解谜；啊，有台词的话就念。嗯、来喽，这个是男生。人生海海，干需要都了解。叔叔，你怎么了吗？你觉得交往只交三天就分手的我会很好吗？嗯，不去。好，我们来推东西哦，所以应该是他黏过去。好，然后圆圆那个黏过去推他，推过来，你干嘛？来 ，OK， 好，没有，吸，你们做事啊，推，有、正在录影，再推给我，再不专业 ，OK， 再一次，哎，可以有了，来吸他，来吸过来，再推他，漂亮，快很快来。哦，好快，好快，很快，很快，来，再来，逻辑爆炸，哇，逻辑爆炸，这样推，OK， 哇，吸过来，然后再推它，然后再吸它，哇，哇，很快，哇，这效率，哇，好棒，我们做了什么？结果，我不知道呢，有拿到什么东西，捡到什么东西，打开什么东西吗？会不会是这里啊？应该是铁门呐，这里这是餐厅后面嘛，它有告示牌耶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知道这里的魔法师住哪里吗？我不太清楚但我大致上知道他住在水沟的第三层啦。第三层？那请问我怎么该到达那里去？管理通往第二层的人就住在兔牙男俱乐部中，他有点难沟通啦，祝你好运。兔牙男，好，这里好像没有东西啊，我们进来干嘛？怎么可能啊？跟他套壳？套壳？拿情报？是吗？不对，情报在外面就可以跟他讲话了。下面，打开下面。哦，那是一个东西哦。哇哦，借物道具。哇塞，吸血鬼的不自杀哦，再一种吸血鬼的不自杀声明。这个事态真是糟糕，连吸血鬼都差点自杀了。哇，这个我带着。刚刚的关键任务有哦，我们已经找到两个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找到两个了，所以还缺一个。所以这里打开了，还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进去？可是我们却没有进去的。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宿舍总觉得有那么一点蹊跷嗯，有蹊跷。我觉得女生的比较好，我去看女生。我也在看女生的。我看一下，直接睡着。不可能啊，一定有什么地方。我听到落水声，是圆圆吧？藏在箱子的缝隙里面。男生宿舍。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。没有东西。我们缺一个是什么？怎么缺一个独角兽的口水？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在哪里？来，澡堂。哇塞！哪里？哇！这谁找得到啊？米特在哪？哦，这里。穿过了蓝色内裤。哇！什么蓝色内裤？为什么会卡在灯管里？哇！哇！这个要交给谁来穿啊？加2000发的生物追踪范围。哇！
这个谁穿都很尴尬，这个要谁穿啊？哎，我是有一件啦。为什么？有一件啦、啊，我扒他的。哇哇！好了，这个我就穿了，好不好？内裤我可以翻，嘿。这个是高级货，这个是便宜货。等一下，圆圆，我觉得你穿上去应该不会有差、欸，因为你本来就是穿那个啊，你去内裤嘛，对吧？没有差，一模一样吧？好笑，我们还缺一个，这不是这个东西啊？缺一个重要的任务道具，这到底藏在哪里？哪里啊？在这里，零零三，找好久、哦，兔牙男俱乐部就是这里。就是这个特别突然，哦，好爆 ，OK， 突爆魔物突，哇、哦，魔物，哇、哦，好突，兔牙男，还有 NPC 嘞，原来是兔牙男。哦，这里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神奇插孔第一层。哦，你后面需要读一些东西进去。好，看看我们进去。哇，我玩到想，我玩到想年间。太性感了！这里有一些宝箱，宝箱里面有一些食物，食物里面没有东西。哎、欸啊，燃烧的地毯，哦、原来是钢管舞哦，是双怪砖哦。对，所以这里看起来不像是有东西的地方啊。这有一个石墙，哎，好像需要机关台打开。我觉得应该是要嘟一些东西进去做才是。嘟什么？骨头可以嘟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应该不要乱嘟，好不好？我们那个思考一下再回来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离开这里。我觉得我们还缺一个那个独角兽的口水，走。Okay. 口水会嘟在哪里啊？独角兽是香香甜甜的东西。嗯，神宿舍啊，独角兽啊，这边有东西哎、欸。嗯，哪里？找到了，冲击娃娃间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在一个不相干的区域啊？他怎么藏的？在这里，这里。我刚哦，里面有独角兽的口水，怎么可以这么臭啊？臭哇塞，三个有了，一二三，好难哦！不是说独角兽的口水是香又甜的吗？他说很臭哎、欸，我以为都在同一个区域哎、欸，害我在那边一直找，所以是这里哦，这里邪恶魔法师的秘密，走去看一下是什么秘密。嘿嘿嘿。还有三个不一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嗯、一个是独角兽的口水，我的；一个是吸血鬼的不自杀生命，我的；一个是脚踏车的坐垫，我的。我拿到了一个不明物体，滑鼠移上去，上面写我不知道这是啥，但真的是有够臭的，可以放在机缘上面啊，把它嘟在上面，在哪里啊？嘟上去，兔牙俱乐部，兔牙俱乐部，钢管牙。在这里对不对？为什么直接接钢管？在这里应该是这个吧？来，嘟进去。哦，开了，门开了。酷，这里是我不知道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挑战 BOSS 超级兔牙 EX， 然后这上面写需要击败 BOSS 的证明。BOSS 战今天的最高潮，来各位，来准备了，3 2 1 Go Go！哦，开始挑战超级兔哦，在那里，哦，很强吗？哦呦，好痛，很痛吗？会吗？不会啊，挺可爱的。哇！小兔兔，我要他，小兔兔，小兔兔 ，Miska，这好像在欺负他哦，不要被他的可爱样貌欺骗了。哦呦，不要被他可爱的样貌欺骗了，他其实很凶的，凶。乖，坏，这是什么霸凌现场？小兔兔，我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了。哇，它掉了，它掉了两根，一个是哦第二层的通道，另外一个是击败超级兔牙 EX 的证明。所以，我们要把证明嘟入放上去，嘟上去，奖励发送。哦，我拿到武器门牙战劫。哇！还是叫门牙战级啊？门牙战级啦！啊，我们要怎么前往下一层的、啊？我们哦，在哪里？小兔牙男，哇，好宝宝、哦！
是外面这个地方可以前往第二层楼吗？哦，这里啦！哦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！二楼了啦！那到二楼了啦！嘿，哦，进入二楼的大门一打开，好臭！喂，警察，我臭个头啊！今天的这集阿乐兽唱了个暗道之后，欢迎今天的超绝救命佛之魔法师的欢乐水沟派对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给留下一个大大的美，大大的喜欢。看看我们今天可以突破一万个喜欢，我们就前往下一层地下二号的阴森道路。我们下期见，祝各位，拜拜。